看完了房间的一些设备的话，我们现在要往外面走咯，因为啊，听说在Novotel 树林的这边呢，有很漂亮的沙滩，哇，我好期待哦。外面呢买了一些小吃回来饭店吃，耶，很棒哎，看起来好好吃哎，好吃这个。嗯，吃完了之后我就要去下水咯，拜拜。刚刚啊，这个下午在那个泳池边玩了一整个下午的水，现在有点累了，可是肚子还是饿了，因为毕竟刚在泳池玩水之前就吃了一下东西，然后下水再玩又饿了，玩水最容易饿了，然后想说还是来这个餐厅吃一下他们的饭，吃一下饭好，吃一下晚餐。餐厅叫做台 TAI， 这个台餐厅在后面那一个这一区都是，对。然后我今天呢，就是也有想要吃一下那个 Fire and Ice 这间餐厅，因为呢，我记得我在那个 Phuket 的那个卡隆那一间呢，我有喝到非常好喝的调酒。今天我这个酒鬼要来测试看看这间调酒是不是跟那一间一样。嗯，等一下来看一下里面就知道喽，好期待哟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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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嗨了吧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这个要我吹蜡烛吹熄，我没办法吹熄，没办法吹熄。许愿，许一个愿望，两个愿望，三个愿望，太威了，超威的，赶快我要拍照，怎么可以错过？哇！超厉害的，果然就是 Fire and Ice 餐厅里面会有的东西。哇，好香哦，有没有闻到那个酒香啊？你们倒闻不到，就是有那个酒香味，好浓哦，好香哦，很棒哎，哇，迫不及待来吃了，我来吃了。好了，我要吃咯，吃这个 Sushi。苏西叫做摩洛头苏西，摩洛头苏西哦，一口吞，好吃哦！它这个上面。这个叶子很香，它被火烤过之后更香，香气就跑出来。它应该是迷迭香吧，那一类的香料叶的叶子。然后呢，上面那个鲑鱼入口即化，配上里面那个酒香在里面的话，哇，必点！拿到这里必点，再喝几杯调酒。好了，你慢看啊。哦，原来 Ice与 Fire 它里面是放的是干冰哎，然后哦，这边边应该是这边边是盐巴，然后这样子，感觉那个柠檬好像是躺在里面泡澡的感觉哦，这样好有那个氛围。Just drinking， 好了，我要喝喽，这样，一。2、3，很好喝哎，很特别。嗯，好软嘛。可是我觉得它这个盐巴如果不要太多会比较好，因为吃完有点太咸的感觉。可是很搭，超搭的。再多喝几口。嗯，
很厉害，他们的调酒果然是很厉害。天哪，又是一道冒烟的料理，哇，整个桌边都是冒烟呢，啊，就是冰与火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它这个酱汁有应该是美乃滋类的吧，美乃滋，然后这是泰式酱料，然后这个是塔塔酱，酸酸酸的那一种，哇，好想吃哦，来吃一个这个虾子，它是冰的哦，新鲜的哦，因为它的壳很容易剥哦。我要吃酸酸的，好大哦，这酸酸的酱好大，这个螃蟹不是螃蟹，很大，这个虾子虾头，好甜。辣辣的哎，冰淇淋还有辣辣的哎，那我就看了一下那个 menu， 应该它是里面有加姜，然后还有一点那个香橙的味道，就是柳丁的那个味道，香吉士的味道，然后再配一个那个姜，好奇怪哦，很搭哎，很特别。好了，吃完这个甜点了，我刚差不多要睡觉，因为很累，今天出去玩一整天。明天要继续到外面玩咯，晚安，拜拜，我要储存我的体力，拜拜。